强盗，强盗，快把门打开！饭做好了没有？饭做好了，你猜。我儿子身体太弱，需要点茶的。不要得，哎呀，真不想去吹。哎呀，还是这屋子空气好点，在医院真的是真的受不了，真是。来嘛，坐这上矮一点的嘛，那高啊嘞。要得。哦，血嘛，那往下坠。要得，好的嘛。要不要进去坐好了？坐这儿，这儿充点风。喝不喝水？不喝水，我才不喝水。嗯，妈，这下午吃蒸鸡蛋哈。蒸鸡蛋更有营养，还吃起来有劲儿。生的鸡蛋就是应该也多蒸点儿。哎呀，不要滚起跑啊！儿子呢？过来来打了，弄了哈。我在想要不要把我小五斤儿的，哎，王叔了，要跟我算一笔账。那从小鸡儿喂大，要喂好久，要喂好多粮食，然后才会生蛋。把它蛋挑噻，在蛋里头加点盐，加点这个米汤，那米汤都嫩了。这都没一杆儿了。有啊，你把那蒜头能拆出来吗？蒜头嘛，多没几根绳。这一米小米就黑我家。自从那天，你单独给他整了个生子炒肉。那不是跟姨一样吗？请收拾的。这挑蒜啊，都把裹在这屉窝头蒸起。在盆盆高头看个盖子，免得那蒸汽水倒进去，倒进去起蜂窝眼儿。在这鸡蛋里头，就切点肉末，整个肉末鸡蛋。炒这种肉末呢，还是要有点肥，有点瘦，才更好吃。妈妈，你看，你咋儿就扔在弄下哟？这是我在回来五个人见到的，今天肯定是哪一家吃龙虾从口里头跑出来了。啥子嘛？你想吃龙虾吗？你说。想吃虾还不见得嘛？改天妈妈给你弄一个虾去噻。好，我快出去耍儿。妈妈，这龙虾。你这小娃郎究竟是长大呀吗？还是没有长大？那再成肉末，那肉末再洗了就要得。我烧起了哈，你来炒啊。我来炒，我这锅才蒸起的，你还不是可以炒吗？我这炒的你吃不下，你那炒的肉不够气的嘛，是这样。我喊你炒菜，没喊你吵架哈。保证说，俺兄弟俩拿去表家嘞，还没拿回来。走走走，烧吧烧吧，放点盐吧，好不好吃？吃料不吃？这肉我都切乖了，拿去炒起就是。菜和菜哟，这都把这有些掐都掐不动了，都不要掐一下。我从那儿又好了，我先去买点，我再拿。你们发现我这两天病得很勤快的吗？是应该勤快好了噻，再不勤快，40岁了。是属于那种啥子？作文里头写的那种叫啥子？含苞待放。花骨朵儿都要掉。你咋烧气呀嘛？好糗哦。我是不得行，我是洗出来干净了的。谁？你弄都不得行，我弄都得行。妈的，回来那是属于出弯了吗？还是咋子？没有，他信都没撤，他回来洗了澡工。他洗了澡的喊你要送他去了。门都不去了，门都得进。看哈看，要不要得了？对，反正他要得了。把那饭盆炒起来，那个蛋子要得了。嗯，坐。加滴点油。要炒肉末，不要烧那么大哈。你怎么三样嘛？我是没那么好，只有三样四样。对。哎，你没报。我这把名字我都说我报两个了，你没听到你喊我走。我没听到，听到我会喊你走。再说一份炒干锅，加入姜葱，来点蚝油，来点酱油。王婶儿，你看嘞，麻烦人家老汉儿陪妈打牌，然后你没说陪喊我咋子事儿嘞？可以啊。我和你一种钓鱼啊，再少一点水去。那是你陪我钓鱼吗？那是我陪你钓鱼好不好？加点点的毛毛盐。好的，蛋都出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打上手来嘛，好的很。你聪明，你又不来给我带鱼哈？在这肉末炒好啊，就把它淋在高头就可以了。再来点葱花儿，聪明人了噻。你要花花嘛，等我等等。妈，快吃饭喽。可以走啊？可以走哈。哎，坐这儿。要得。妈。这有肉。哪儿这有？我这有。我弄过来。要不用？要不要？你那是要的馒头噻，我要不要？好大斤，好大斤。你看你那会儿偏不偏心？你咬一大片，我那就咬一坨腿儿。我给你吃。哎呀，那吃着盐乎不少。好吃。回来吃了啥子就好吃？哎呀，这一碗流水，这啥子吃起都没味道的，你说。一碗流消毒水啊，有蒸馏水，有温度四包过。哎呀妈的，你没在饿了？我娃都想你了，你看嘛，这我受不了了。哦，你是瘦啊？牙齿痛。没得瘦了，没得。
这样的这些面熬都不能熬。这些面这个熬都不能熬啊？真。没有牙齿能吃素啊？反正这些是干的，这些饭点上熬啊，小米小米的。哎，我的妈！来。这个嘛，我又不用牙齿熬的，这个我吞的就长，只要在面上的时候。我咱两个麻烦。你妈又吃啥子表情？你吃的哭一样。今天视频拍的，你喜欢我视频，给我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唐子健。这牙齿怎么再要一片？哼。